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阿娇万里蟹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说是这边是非常知名的店家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等一下再拍这个餐厅的外貌。这边还有那个大沙姆，好，生意超好的。好，这边就是要稍微有点耐心，要等比较久。再来几位？哎，你好，三位。三位哈。先生。哎。哎，主角。哎，这个是什么蟹？这魂母啊。魂母啊。哎。那是怎么算？一斤九百。一斤九百。肉跟蛋。好，那要蛋的。要几只？蛋的两只。好。肉的你要一只吗？都一样。啊，对，好，那就三只。然后我们还要一个鲍鱼，鲍鱼要怎么做？清蒸。好。过来看一下。好 ，OK。2050加量，2050。好。看起来鲍鱼。那烫虾一份是多少？虾子是300。那一份虾子。全像你们那个鱼是一只是550吗？然后那个石斑是什么？龙骨斑一斤700，不用料理费哈，知道吗？正经的，还是先这样。那你就点呢。那先这样好了。好，这是三只螃蟹，一颗鲍鱼，清蒸的，然后烫白虾。哎，对。好，那我。哎。有白饭吗？还是？有白饭2碗，还是3碗？2碗。啊，好。好。然后还一份那个茭白笋。稍等一下好，三位，你要等小桌还是有一个大圆桌？等一下可以并桌。不用并桌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就拍一下菜单了。好，我们再加那个小卷啊。好，这样。小卷，然后炸的啊，松啊，对。然后金沙豆腐有金沙豆腐，然后茭白笋，白饭2碗，烫白虾。对。好，位置稍等我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像蛮清楚的啊。生鱼片搅混的，300。好，那螃蟹就是现处理的。好，就是在这边现点，然后现看价钱啊。你们后面几位？两位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阿娇一万里蟹的外观啊，是一个铁皮屋的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满满的排队人潮。刚刚我们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了。那个，隔壁有一间，不过好像客人没有那么多啊。好，生意就是这么好啊。赞。哎。超级可怕的人潮。刚我们就像百货周年庆一样等了一个多小时的。啊，超可怕的。啊，那螃蟹现杀就是在那边清洗，然后就拿去蒸。哎，今天没有那个花蟹哦。今天没有花蟹啊。要问老板。哦，没，因为刚没看到。哎，辛苦了。你们来教我，你才有钱赚。好，这样，辛苦了。好，那螃蟹都超新鲜的啊。有啊，有新鲜的。哎、欸。OK。那我们就把那个小卷跟阿叔不要，要鱼汤。
好，这是现算钱啊。好，840。好好。好，我跳跳，我跳跳啊。啊，那这是现处理的，这个就是在海港的吃法。你要怎么做？好，那我们就这鱼身体清蒸头煮汤了，谢谢哈，哎，谢谢谢谢，非常生猛啊！哇，哇，跳跳，哇跳跳啊！虾子也是哇跳跳，那很少应该很开心啊，这超大隻。这只141哈，这样总共2040，啊两颗鲍鱼哈。这只螃蟹真的好大隻。前前还有吗？麻油。各一个一般。可能只能选一种吧。哪个麻油？这个是会加蒜吼。没有接麻，你说鲍鱼会用清蒸的是加蒜。哎，对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好，终于等到我们了，嗯，好，谢谢，哎，好，人超多的啊，呜呼，终于可以坐下来了，站了一个多小时 ，OK， 好，那就从石花洞开始呢。好，喝看石花洞。好像那个冬瓜茶。嗯。Q 弹 Q 弹的吧。嗯，还不错啊。啊，此地的特产啊，石花洞。啊，再是这个炭锅虾啊，那剥壳。好，那虾子剥好了啊，然后吃吃看。很新鲜吧？好吃啊。好，在这个清蒸大鲍鱼啊，一颗200，然后上面有蒜蓉。好，这个 N 嫂就不吃了啊。汤匙救我一下，啊，下面很烫，然后把内脏剥开啊，刚刚都还是活的，很新鲜的大鲍鱼啊。在海港就是新鲜的，好吃，这个满分，很棒啊，真的很好吃啊，赞啊，肉质很 Q 弹啊，再是这里本地产的茭白笋，啊，应该蛮新鲜的，那一盘是200啊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茭白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赞啊，很新鲜。茭白笋好吃。现采现炒就是好吃啊，但是这个有点小贵啊。哦，这个很香哎，嗯，然后很有弹性的感觉，嗯，好吃。再是豆腐，金沙豆腐，咸蛋黄的吧，咸蛋黄的吧，好吃啊。啊，
加上我们等这么久，所以当然也会有这个加分的效应啊，因为肚子很饿。它是蛋豆腐，然后外酥内嫩。哦，茭白笋真的很好吃，赞！你觉得有几分？满分啊！好，然后这个味道算是青草的味道，但是蛮清爽的，能够凸显出茭白笋的特色哦。就是它特别有脆口的感觉，爽脆。好，那这个是鱼汤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。好，那现在吃吃看，清汤啊。很清淡的，但是它这个鱼肉很新鲜，因为刚是活的。哇，跳跳啊，跳跳啊！啊，鱼肉很新鲜，嗯，好吃哈、哦。那但是我们家妹妹讲说，那汤比较没有什么味道。好、哦，姜丝鱼汤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好，今天这本日主角终于来了、哦、螃蟹三剑客。螃蟹攻略开始啊！好，里面都是黄，想睡觉，赞啊！嗯，哦，都是黄，很新鲜，哦，赞哦。满满的黄，啊，真的很过瘾，嗯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，啊，超级赞哦，啊，现杀现蒸就是味道不一样，真的很美味哦，赞，啊，很好吃。看看这螃蟹多大只啊！那黄丝吃起来是不是很赞？好，那就继续下去啊！我吃这个，哦、好烫啊！啊，这个好了。好，这要直接嗑啊！好，那就直接这样吃啊！它的黄特别的多。满满的黄，真的棒。嗯，哦，很好吃。好，但价钱上也刚跟炒串快要4000块了啊，全部。好，但是偶尔吃是可以的。好，真的很棒。满分的料理。大口咬下，这蟹黄跟蟹肉的快感，真的很棒。好吃，好，这是另外一半的身体，好，真的很棒，
那蟹黄在口中像炸弹炸开一样，非常的鲜美。要不要尝尝看？真的很棒，只有亲自吃可能才体会这种感觉啊，很美味啊。超棒的。满满的蟹肉，真的很美味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精心剥削的这个蟹螯肉，很大一块。来，爽爽爽爽爽，一口咬下，怎么样？一击棒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半路差点绕跑的鱼啊。好，现在试试看啊！好，一定是很新鲜的。嗯，好，赞赞赞赞赞哦！肉非常的嫩啊。啊，感觉好像鱼豆腐一样，入口即化啊。一分钱一分货，我觉得吃起来像鱼豆腐一样，非常的嫩，好吃。你再讲最后两个字，好吃，哈哈，就是好吃啊。好，真的很棒哦。鱼跟这个螃蟹都非常的美味，太棒了！满满的蟹肉，赞啊！好，又剥成功了，来吧！怎么好意思呢？他不对你很好。这叫粉母蟹，第一次吃吧，很好吃哈。妹妹已经吃到开心的说不出话来了。好，虽然感觉上价钱贵了点，但是吃起来感觉相当值得啦哦。蟹肉饱满，然后黄又多，然后鱼很新鲜，真的很棒。哦，样样都美味啊，确实名不虚传，难怪有这么多朋友在门口排队啊。真的很好吃啊！啊，蟹螯都算剥得蛮成功的啊。很淡啊，好吃啊，真的很棒。好，蟹黄大口满足啊！啊，这个蟹黄的软超多了，真的很棒啊！最后在这一半，啊，今天真的吃的相当过瘾啊！好，超过瘾。
真的很棒。超级美味，就等各位来品尝。哇，黄跟蟹肉都非常的饱满。啊，厕所旁边的野猫，应该要吃东西了啊、哦。这个它应该会吃的。啊，吃吧吃吧啊。好，再拿一点给你们吃，好，很乖，可爱的小猫咪啊。好，那野猫对人是比较警戒的，这样也好。好，那回到主题了啊，那生意非常好的店家，那螃蟹很大块啊，很值得。好，那现在就结账啊。带一个猪葱炒蛋，二六八零。哎，没有猪葱了，没有猪葱炒蛋。没有猪葱。硬料吗？三八五零。啊，三八五零，好，总共三八五零啊。哦，活虾，好，那就一直重复这样子。好，那生意非常好的店家。好，那螃蟹都在这边啊。好，那整个过程很详细，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阿娇万里蟹，那值得吃，也价钱比较贵一些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那。会等比较久啊，这个人潮真的比较多，再拍一下人潮。好，现在已经快要下午一点了，人还是非常的多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